喂，你好，是律师事务所吗？我向请你们打个官司。我要告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曲江河。啊，请问你是罗海吗？啊，我是一名记者，我心想，想采访一下你被曲江河撞的事儿。你干嘛又跟曲局撒谎啊？他要是知道我私自查赵明亮的案子，他不得薅我头发呀？那咱们来这儿干嘛呀？333赵明亮最后留下的线索，他生前因为去了2个地方，一个是健身俱乐部，一个就是这儿。我知道，他们不是说查过没有线索吗？有没有线索，那也得看是谁查呀。但是你这样私自查案，又要 IP 批评。我又不是没挨过，这样。 你先回去吧。办案人员调查取证要2个人或2个人以上才有效，不就是 挨 批评吗？反正我没挨过，总得有第一次，对吧？这里边有暗格吗？没有。你们这儿有监控吗？以前是有，后来拆了。为什么拆啊？有村民投诉说不吉利，万一摄像头拍到点什么。
封建迷信。赵明亮生前刻意留下了这个号码，那里面不应该没有线索呀。会不会只是一个巧合呀？这个只是什么密码或者电话号码的一部分，他当时没写完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请问你最近一直都在这儿拍吗？是的，我们殡仪馆是有这个服务的。那你前天有在这儿拍吗？前天啊，前天有的。带我看看。这个不行吧？我们是市局刑侦队的。哦，可以，来这边。谢谢。听。这人好像你师傅呀，这块可以放大一点吗？这已经最大了，放不了了。赵明亮案发之后他来过，为什么没跟任何人说？连我也不知道。也不一定是他吧，这视频这么糊，而且你看那个车也不是他平时开的。帮我考一份吧。可以的，没问题。好，副书记。嗯，赵厅长。杨同志，坐。杨同志，经省政法委和省公安厅研究决定呢，决定任命你为金川市政法委副书记，金川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。任命已经下来了。郝副书记，赵厅长，请允许我说两句。好。一直以来，我认为曲江河同志是金川市公安局局长的合适人选。他在金川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岗位上也工作一段时间了。本来曲江河同志从省厅调回金川，的确我们是准备提任他正局的，但是近几个月我们陆续接到很多对曲江河同志的举报，那些举报资料督察组已经查明并不属实。这些我们都知道，组织上对曲江河同志也是一如既往的信任，但是这些举报毕竟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，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对我们产生不信任。严格同志，对你的任命是省委根据金川的特殊情况做出的特殊决定，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的。哟，主任，师傅，曲局，你怎么样？身体？没事，就是胃不太舒服，喝点水就好了。光喝水哪行啊？得多休息。借你男朋友用一下啊。怎么了，师傅？没事儿，找你吃饭聊聊。行。正好今天周末，明天也不加班。哎，差不多能吃了。哦。那可以。嗯。哎，阿月，师傅先给你赔个不是啊。那天呢，是我态度有问题，不让我进不去。嗯。师傅啊，您就别跟我客气了。我其实特别能理解你当时的心情，案子急，又被人诬陷，督察组还来调查，你换谁谁心情能好啊？不愧是我徒弟啊，
理解就好，啊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查的怎么样？怕什么呀？你别以为我相信你去医院的事儿啊。什么事都瞒不过您。哎，其实也没啥。我又去了趟墓园，查了查监控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。有结果吗？什么也没查到。哦，上次不让你查区政府那个信封啊？师傅，您的意思我都明白。能接触到信封的人太多了，就算能提取到指纹，那也是大海捞针，浪费时间嘛。我都明白。行，你明白就好。来，伸一个。好。喝太慢了啊。嗯。嗯。到家了啊。来，来，来，躺一下，躺一下。喝不喝水啊？啊？想不想吐啊？啊？哎，想吐说一声啊。水吗？卓越，卓越，辛苦你了，严哥，临危受命，马不停蹄的赶来。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和认可。本来应该给你一段适应期，但是现在有一个特别要紧的事情。袁书记，您说。金山华岩湖项目停工的事你知道吗？我听说了。投资的考察团马上就到，但查案不能以牺牲民生为代价。好，嗯。在处理这件事情上，还得考虑到曲江河同志的想法，他是坚持不破案不解封，哼，工作态度认真谨慎，这我很欣赏。你们俩原来是老同事，安抚的工作就交给你了，别让他有什么情绪啊。袁书记您放心，江河同志会顾全大局的。欢迎你，史密斯先生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刘玉堂刘副市长。Hello, Mr. Smith. Welcome to Jingchuan. Let me introduce you to Mayor Liu. 很高兴您能来金川实地考察。He said that he was glad to see you visit the Jingchuan and a field trip. Hi, Mayor Liu. Nice to meet you. 欢迎你，来里边请。Please. 哎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撤警戒线？让撤。谁让撤的？为加强金川市公安局领导班子建设，
更好地执行和推进金川市公安局各项工作，经报请省委省政府批准，省公安厅会同金川市委市政府决定，先正式任命严歌同志为金川市委政法委副书记，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，大家欢迎。严歌同志说两句吧。各位领导、同志们，接下来我将和我们金川市局的各位同仁们一起并肩作战，为了金川市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保驾护航。徐副局长会后到我办公室一下。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？你让我来的，我还敲什么门？行行行，坐吧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你说什么都好啊，反正你说我执行就完了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什么什么态度啊？我跟你说工作呢。我有电话，可能是气了的事儿。你看，果然是。哎，哎，小陈，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可以说工作的事了吧？你要我说你什么好？我有点急事儿，我先办一趟啊。今天我叫大家来，是要实名举报公安局局长曲江河，他肇事逃逸，仗势欺人。我听说交警判定的结果是你全责。交警当然帮他们领导了。我问你，如果他不是心虚，为什么偷偷给我塞钱，要跟我私聊？那您准备怎么做呢？我能怎么做？我要走法律程序，我要告他。罗海兄弟，接过。赖兄弟，今天大家都在，我是来郑重向你道个歉的。你演什么戏？别激动，警察打人了！帮我看看这个 U 盘。你这 U 盘坏了吧？不可能，昨天还好好的。今天查的怎么样？哎，其实也没啥。我又去了趟墓园，查了查监控。有结果吗？那个摄影师离职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今天一大早，人都没来，打了个电话说不干了。我找七月，送点吃的。啊，七月，嗯，来看你了，在泡脚，真乖。鸽子阿姨，我想你了。我也想你呀，你这几天怎么样？今天老师表扬我了，说我作文写得好，还给我发了一朵小红花呢。这么棒啊，太好了。七月，该睡觉了啊，明天还得早起上课呢。哦，对对对，时间到了，该睡觉了。
这是擦脚巾吧？嗯，来，嗯，来擦擦小脚脚。我给你买了那个黑糖姜味的小饼干，是独立包装的，每天拿几块在书包里头啊，带到学校去吃。谢谢阿姨。嗯，不客气。走，来，看看啊。七月睡了，你爸还没回来呢。喏，不知道在广场跟哪个老太太跳舞呢。你今天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在家里就别聊公事了。今天还必须得聊公事儿。我知道，花园湖工地是案发现场，原则上不应该这么快解封。你还知道爸的原则？袁书记有句话说的特别好，查案得建立在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基础之上。是，大局为重，但是这个案子，等省厅那边炉面复原有了结果，再封也来得及。案子总得查个水落石出的。我呀，得先敬您一杯。这工地能顺利解封，您可是费了大心了。来，川生啊，嗯，你呀，不诚实啊，嗯，空降严哥来当公安局局长的消息，恐怕你知道的都比我还要早吧？怎么会呢？这政府的事儿我能比您清楚。只要严哥一到，你就知道工地一定会解封，对不对？我呀，得敬你一杯酒。哎，别，还是我敬您吧。这两天，你大哥穆川生没找你？没有，忙他自己的事儿呢。我虽然过来没几天，可我也听说了，穆川生的合众集团之前搞过不少事情，就拿拆迁来说，也使用过不少上不了台面的手段。不到十年的时间把企业做这么大，我不相信他没打过擦边球。也有点阴暗了，每一分钱背后有可能是肮脏，也有可能是沧桑。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，工地虽然解封了，可赵明亮、邱建设这两个案子你还得抓。你要是没时间，头骨那事儿我让别人做。哎，不用，我向领导保证，我有的是时间。为你们企业家开绿灯，是我们市政府应该做的。希望你不负众望，为金川的发展贡献你的力量。我一定不负众望。我还给您汇报一下，按目前的进度，满打满算，50天以后，金山花园湖顺利注水。谢谢啊，老婆。不好意思啊，曲局，这么晚了还打扰您。对，一直想说着正式跟您吃个饭，好好感谢。这不是吃上了吗？哼，在这种地方别叫曲局啊，让人听着别扭。还有啊，你说那西餐什么牛排啊，我吃不习惯啊。这种地方好，我经常跟同事啊在这儿吃点喝点啊，然后聊聊事儿什么，特别好。啊，能喝点啊？那咱今天也喝点呗。你能喝酒？能，陪您喝点呗。那啤酒、白酒，您喝哪个？啤酒就算了吧，痛风，岁数大了。那咱就喝白的。行。服务员您好，我高度酒行吗？行，再给来两瓶白的。两瓶？哎哎，服务员，二两的啊，小瓶的啊。
一瓶豪杰，两瓶。这也就是周末，要不我们都不能沾酒。哎，我醉了。给您倒。得好好感谢一下您，当日帮我把那个包给他拿回来嘛。钱丢了都是小事儿，你说那证件、卡呀什么的，要是丢了，补办起来得多麻烦呀。是，真丢了，闹心的。感谢您当日的见义勇为啊！哎，别这么说，我跟你讲，但凡是一个警察碰上这种事儿，他一定会出手管的啊。那是那是。嗯，不，可以呀、啊、你。啊，对了，那天你怎么会跑那儿去了？那多乱啊！我资助的一个孩子住在那儿，那天刚从家里看完他，谁知道一出来能碰上这事儿啊？还是个慈善家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慈善家吧，不能穿得太像慈善家。你那天穿得太显眼了，那周围都是自由市场，那谁不盯你盯谁？那你说我应该穿成什么样呢？你穿的跟贼一样，贼不就不盯了吗？哼，我要是穿的跟贼一样，那学校能让我进去吗？开玩笑。哎，那你说贼应该穿成什么样？喝酒去。哎，别一口慢点慢点。是巧，谁能想到孟总那嘴里天天念叨的弟弟是您呀？哎，我那大哥呢，做生意是把好手，你跟着他干没错。你在他那干了几年啊？我毕业实习就在他那儿干的，毕了业就直接留下来了。啊，还有那个工地解封的事儿。孟董一直想亲自过来给您道歉来着，他都想好了拖那个外伤几天，谁知道那外伤非得要第一时间去看工地，啊，这几天也一直想找您来着，这不被那个刘市长带去应酬嘛，所以这就耽误了跟您见面。喝酒不聊烦心事儿，再来点嘛。再来点，您不怕中风啊？那叫痛风，啊。那什么，喝酒就别开车了吧，啊？行。那车怎么办？我明天叫人来拿就行。行，那我叫一车送你回去吧。好啊。没事啊。没事。有酒量。我要是不点炮，你们俩能赢钱？平常都他赢的。不要什么事情都是我点炮点炮。请问一下，邱建设在这儿吗？你找他干嘛呀？啊，在这儿是吧？我找他有点事儿。啥事儿？找你聊个合作。市场的兄弟姐妹们，现场的父老乡亲们，金川市公安局副局长曲江河他仗势欺人呐，他把我兄弟开车给撞了，跑了，我兄弟找他去要说法，他还把我兄弟给打了。我今天呀、啊、站在这里不为别的，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个事儿，咱们得团结起来，要是不团结，今天挨撞的是我兄弟，明天就是咱们啊。邱建设下来。我凭什么下来？你再这样涉嫌寻衅滋事啊，拘留十五天。听听，都听听啊，这就是保护咱们的人民警察说的话呀，我伸张正义还得被抓起来，
还有没有王法呀？还有没有天理呀？差不多得了，多大人赶紧下来！大家往那边看，正在向我们走来的，就是撞了人还逃跑的曲江河。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得给我做主啊！怎么着，邱建设，动员大会啊？为民伸冤，伸张正义呢？伸张什么正义啊？你不就想报复我吗？我就想利用军中报复你，你能怎么着？我能怎么着啊？我就想利用军中报复你，大家听见了吧？哎，你给我，给我！我就这么回事，散了吧。报复你，哎呦，你能怎么着？散了吧，别演了。曲局实在是太厉害了。没错，邱建设就是欠收拾。我没说那事儿，我说曲局身边那姑娘。哎，你说曲局长那样吗？严局，严局，玩得很彻底，不是他应该没听见吧？说别的啊，你加钱，要不然这事没完。我真骨折了，我给你拍照片。骨子，哎哥，我拍张照片。好嘞。再惨点哥。啊？再惨点。哎，这行哥，这行，这行。行啊。行。哎，春凤。春凤，哎，有日子没见了，还这么漂亮啊？春凤。邱建设。你离我远点儿！你咋还这么看我呢？我现在是好人。那咱俩以前……海哥，走了，走了，我去，走了，好好养伤。请问一下，十号病房的患者罗海在哪儿？您知道吗？嗯，不知道。没在病房的话，应该就是出去了。好，谢谢。嗯，没事。谁啊？大嫂，我可能知道我哥在哪儿了。
他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出去。大嫂，我想我哥了，我想找个人说说话。大嫂，虽然你跟我哥当年没结婚领证，但是我心里啊，认你这个大嫂，真的。我说啊，我哥还没死呢，你怎么就跟瘸子结婚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哎呀，嫂子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呀，我养你啊。你俩就睡这张床上，一个被窝。滚！孟董让我给你的，这段时间辛苦了。谢谢。美女啊，妹妹，咱们。记错的话，这是我哥6年前送你的吧？还是喜欢我哥？那你嫁给一个瘸子？还是忘不了我哥吧？我跟我哥长得一样啊。现在嫁给一个瘸子，春花，春花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春花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怎么就不能跟我在一起？我从小我就喜欢你，春花，春花。金川公安局的，如果我是片雪花，在命运之中仰望着光，若白不拖着寒冷，就跃入你手中，让温暖的痛结束一切噩梦。追着电影中的笑容。